大家好，我是狸猫，我是志明。来北海道做要做了几件事，第一件就是滑雪。我们在首道滑雪场，现在几点？这几度？现在是-7°C。哦，好冷哦。然后正在飘雪。好，我们这为了做来北海道不同的事情要做，第一件就是滑雪，我们马上去滑雪。然后现在是要租滑雪道具，换好妆了，我要死掉了，好想回家。我们只是下来而已，哎，好难哦，好难哦，想回家了吗？我起不来。教练要开始上课，现在很像当兵，他叫我们分成，你看，他叫我们分成三列，叫我们做早操。我真的笑死！我来北海道做早操。现在在练习单脚滑动。拜拜，大家再见。后会有期。我们说这是死亡通道。我都希望，因为很难滑。我都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继续相见。OK， 耶！哎 ，push！ 啊 ，take off！ 哎呀！待会要滑死亡之渊，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在这辈子的见面。那个弯道没有刹车，全部就直接死掉。走吧，狸猫，太快了啦！很滑吗？很滑，超好！我刚刚好几次都快摔了。我想要拍到你摔倒。行。听说路边会有滑雪粉。路边就有一包滑雪粉。等一下，不是滑雪粉啊，是防滑的。防滑粉，它通常都是自由取用的。来这边几天了，已经好几个人滑倒了，所以就是可以拿着，然后你就在你面前就撒这样子。哦，它变黑色的啊！它在增加很多摩擦力。因为现在雪超大，超爆大，暴风雪。到陈云峡了，这边-13°C。我想要回车上。好美哦！这边冷到睫毛会结霜了，你看看，睫毛很长啊，又是重的。真的是太冷了。来到了溜冰馆，这边有一个必吃的东西是什么？海盐冰淇淋。海盐冰淇淋。海盐牛奶冰淇淋。重点是这个冰淇淋。大子，还拿来一下贵。哇哦。OK。有了，有一点蓝色的。哦，有。哦。我抱着高度期待哦，它很好吃哦。嗯，哦，超浓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它还吃到那个盐嘛，吃你吃得到它一颗一颗。它是很超乎你的期待。它咸咸感觉跟那个香草甜甜的感觉搭在一起。它是牛奶冰雪哦。嗯嗯，哦，然后它的海盐啊，是不是很有存在感？对，海盐很咸，而且你不觉得很刚好吗？就是它。就刚刚好，它太少就会再少就会太少，然后再多就会有点太多。对，刚刚好哎。嗯，他是说这边是那个意大利冰淇淋大赛第一名的冰，然后是溜冰馆限定的冰哦。然后说那个海盐是蓝色嘛，它这个蓝色是海藻里面提取的天然色素。你知道有人在排队？这个类型，
真的好吃。65度 C 体验馆。哎，我觉得我们昨天在陈云祥那边比较冷。那对。他们现在没有冷冰，是因为现在没有风。我们那边有风。对啊，我们那天在陈云霞真的才叫冷，我的还是这样子的，零掉了，好强啊，好强啊，好强啊，冷掉了，那边，哇，变能力，我看我特的，我戳他，每个人都在学，我们在做什么科学实验？哇，旭川的冬季嘛，对，冬季会场，它那边是一个大溜滑梯。现在来到那个他们的板级溜滑梯，哇，它要冲上来耶，哇，好酷哦！哈哈哈哈哈！那就是那就是的。哇，好高哦！哎。破冰船，这个是溜冰啤酒，然后这个是溜冰西打，蓝色的哎。我以为是甜的，就不是。对，我刚刚说对。对啊，然后我很瘦吧，蛮顺的，蛮顺的。它是有加减气泡，感觉超冷。我现在在甲板上面，超级冷，超级冷。最开了。